你变了，我没有。冰冰，嘛呢？我电脑坏了，借你电脑 P 个证件照啊。 今天比赛我看了，两个队伍其实技术水平、实力相当，骁龙能赢，完全是因为你够勇敢。暗恋他什么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每个人在那个时候都会有那么一个人吧。 那你到现在还喜欢他吗？有的情感不能只用喜欢或不喜欢去概括，因为那是一整段青春。你到底有多喜欢？喜欢到那个时候，每天都梦想着跟他考一所学校。 你喜欢上他了？我没有，只是听他那么说的时候，我心里不太舒服。你骗不了我，你变了。我没有，冰冰，我知道我不想打扰你，你总不能让我证件照上个 ET 吧？ 立TV 立视线上影视。